大家好，我是胖妈，我现在站在旅馆的停车场了。我想给大家看一看，现在是各个州都在逐步的复工，这个旅馆住的人比以前也多了起来。大家看看这些停车的车辆比以前多了，以前没有这么多停车的，现在车辆停的比以前多了好多。以前没有停过这么多的车子，因为今天也是周末嘛，好多人只住一个晚上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其实现在疫情还是挺严重的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